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小朋友呢，以前是个梦幻小帅哥，自从军训被剃了一头头发之后，他都有点不敢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了。不过他的声音还是依旧很梦幻，让我们请出的就是王俊凯，有请。王俊凯，其实很多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对他有些印象，是因为之前呢他有一个视频唱囚鸟的那个视频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网上还挺红的哈。嗯，那会儿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你长得特别梦幻？嗯，对。但你没在我们节目里唱过，你跟我们来几句囚鸟。好，来几句。对，来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高，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，不知还有谁能依靠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得到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。我像是一姐，这超过多少岁？像一个饱经过情感的打磨的一个男子汉。我发现王一姐刚刚听的都有点愁了，估计都想起什么事儿了。兰心，你想起什么过去的事儿没？没有，我是很陶醉的，因为这也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。哦，是吗？对。不太懂你为什么爱唱这个歌了。你说在宫里边不唱这个，唱什么呀？没有，已经出戏了。那个，再完整的再给大家唱一首吧，好吗？带点伴奏的那种，来个正式的。好，来个那些花儿。掌声有请，好，我们带来那些花儿，有请。
谢谢，听听看他们觉得你表现得怎么样。他还是长得蛮可爱的，你看他那个单眼皮，然后还有大门牙，然后一笑起来像个小兔子一样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那个他的歌，我觉得是那种能够勾到我心里的那种感觉，包括他前面唱那首《囚鸟》，还有后面这首，他唱的时候会让我就回想到以前的一些某些事情，我就会哟想起什么事了，跟大伙说说。就是那种能拨到我心的那种事情，但是我也想不太清楚是哪件事，是吧？那不只是我们想知道，还有粉丝想知道呀。哪一年呀？那一年嘛。大家已经今天给你这么多掌声了，你最近还在为这个发型苦恼吗？没有了，其实已经开了很多。你已经接受了是不是？对。就妈妈还有点不大接受，因为妈妈之前给她准备了一顶假发，来的路上没想到压坏了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最近在微博上特别流行，能够经得起平头考验的男生才是真的帅哥。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到了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